大家好，我是双十八，今天来到桃园芦竹，要介绍大谷山美丽的樱花步道和可以看夜景、看飞机的地方，跟我们举手。首先，让我们看看大谷山美丽的樱花步道。大谷山是台湾桃园市的一个山区，每年春天都会有许多樱花盛开，景色非常美丽，许多樱花盛开，沿途可以欣赏到成片的樱花，非常适合散步、赏花和拍照。而且这条步道也很适合家庭一起游玩，让孩子们感受大自然的美好。大谷山的樱花香水樱花是以樱花为主要香气成分的香水，通常具有淡雅、清香、浪漫和的香气，可以让人感受到樱花的绽放和美丽。接着我们来到大谷山的山顶，美不胜收的美景，俯瞰整个芦竹区，一栋栋大楼全在我的眼前。如果天气好的话，还可以看到远方竹尾渔港的海景，非常的值得。大谷山也是一个很好的登山地点，但因为只有3分钟，下次再带大家去看咯。最后，大谷山的餐厅也是一个看夜景的好选择，不只可以放松，也可以吃饱喝足，但因为餐厅假日才开，所以全部都没有开。以上就是我要介绍的大谷山美丽的樱花步道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介绍，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自己的看法和体验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